从湖北回广东的第一天，一天不见我兄弟，就甚是想念。咦，这不是小刀的车吗？咋停到这里呢？这个人，奇怪，喂，干啥？真的是你？你不回公司了吗？回公司了就不能来找你了？这不昨天才一起到广东城，刚分开，不是回公司有事儿吗？你为什么不开车呢？今天我车刚好放在隔壁在洗，不是那么久没开了吗？回家很脏，我就放那里洗，我正经的出去办你的事儿。今天我是你的小助理，走，上车，我刚好要去买点东西，啊，置办一点东西啊。那行，过两天要开业了，赶紧。那行，那刚好。哇，今天这衣服真漂亮，我差一点没认出来。来，公主坐好了没有？关门。今天你当一天老板，第一件事干啥？吩咐吧。开年的话，开业正式开工的第一天，炮竹肯定是少不了的，在广东，嗯，是不是？广东这边图个吉利嘛。对。哦，这里刚好有一个店。恭喜发财，恭喜发财。对。2024年。下面是个彩色的，这个好看。哦，对啊，这个好有特色哦。对。看一下。五福临门，对，这个好，这个可以啊，这个给兄弟们也纳个福嘛。对，祝福兄弟们五福临门，红红火火，恭喜发财，新年发财嘛，对不对？就这个吧，就拿这个吧。好嘞。哎呦，就因为他长得漂亮送了吗？老板，谢谢老板，恭喜老板发财发大财啊，生意兴隆，红红火火。不是因为我帅，就是因为你漂亮，长得漂亮还是有用。谢谢老板，老板大气，老板大气，走了。选几个苹果，平平安安。哎，这个好。再拿几个火龙果，红红火火。看老板，新年红红火火，懂得真多。来，小刀，这个测一下你。称心如意。心想事成哦，心想事成，称心如意也是的嘛，对不对？是的，大家心想事成啊！2024年，对，顺顺利利的。老板有文化。最后一份，甩点最爱的鲜花。可以。向日葵姐姐买向日葵。甩点我最爱的向日葵，还没怎么开，养两天更漂亮。这有几朵？五朵，可以。还要选点什么？再拿点百合，百年好合，祝我们，对不对？啥？不祝我们百年好合吗？祝我们百年纯洁的友谊。你这不对呀，我都感觉你等会会给我惊喜的。等着啊，这个老板，你看，高哥，这个老板给我这个花包的好喜庆啊，知道我明天开门红，包了个大红色。你什么开门红啊？明天开门红啊？你不是送给我的吗？我都等半天了，我手都伸半天了，你都不给我。花是给你的。我都准备好了，都百年好合了。我长这么大都没有送过男生花呢，哎，也不知道以后有没有这个机会便宜到哪个臭小子。哎呦，你便宜别人，你还不如便宜我，就像我姐说的一样的。还有什么事吗？没有啊，买完三件套买齐了，走回家。不是你啥意思啊？怎么了？事儿办完了，饭不给吃哦。哦，是哦，今天下午你忙活了一下午，帮我。对啊，我肚子饿了，请你吃饭去，走吧。拜拜，兄弟们，我们吃饭吃吧。苦尽甘来终有时，一路向阳待花期。这句话我们共勉。好的。期待我们俩有轻舟已过万重山的那么一天。今天打算问问小小的择偶标准，看看我离他的标准还差多远。你知道我刚刚拍你的时候我在想什么吗？想啥呢？你怎么这么贤惠，这么温柔，这么知性，这么大方，就是你能想到我一切我想不到做不到的事情，你都能替我解决很大的问题。这么多年了今天才发现啊？没有，以前没有发现你有这么好呢。每个人都在成长嘛，我不也在成长嘛，对不对？真的，今天还特意过来帮我忙，还给我发红包，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事情。真的，我如果不是年纪大了，我这会儿哭给你看。你要不行，你就像兄弟们说的一样，你考虑考虑我呗。别占我便宜，天天的啊！我没占你便宜，这叫占你便宜。是不是入戏太深呢？你吃点啥对吧？这个点吃饭有点早，我到时候有点渴了，去喝点东西好不好？哦，那瑞幸行吗？可以，在那里啊。问你一个正经问题啊。怎么了？看着我的眼睛。看着你的眼睛呢，一天天的，你眼睛很好看吗？没有，我替兄弟们问的啊，也算替我自己问的。什么事啊？就是你
择偶标准到底是什么样？我刚刚一直在想一个问题，到底是什么样的男人能配得上我？你想了解我是吧？啊、你想了解我，那肯定想了解你，然后拿捏我，那控制我。哎呦，那不存在的，我还能拿捏你，控制住你哦？我没有这个本事。择偶标准这个东西呢，首先我觉得。我一直以来的话，就是对于一个人来说，我觉得首先，我觉得感情这一块还是看缘分。但是呢，择偶标准肯定也是有的。我对，我可能跟其他女孩子不一样。你对身高有没有要求？身高，外在都还好，不要太矮矬矮矬的，都还可以。一米七呢？一米七二。我一米七二，对啊。那如果说比你有上进心。比你有事业心，比你矮一点也没关系啊。所以呢，什么叫比我呀？你这所以，我更看重的就是还是我觉得一个男人的外形不重要，对，重要的是内在，重要的是他的个人修养，个人修养这是排第一的。就是他有多少钱都不重要，但是他要有一个会挣钱的一个心。是的，我大概理解。我觉得二十多岁跟三十岁，你如何去判断他多么有钱呢？对不对？二十多岁的男孩子，你说他有钱，可能大部分是父母给予他的，是他生来本来就很有钱。所以说，一个男人的财力可能体现在四十岁、三十五岁以后。所以，但是三十五岁以前，更多的是什么？这个人有没有创造财富的能力？明白了。对，就是他的一个上进心吧，责任心跟上进心，我觉得首先是个人修养一定要够，然后就是一个上进心一定要有，男人的上进心以及他的一个责任感。不对啊，刀哥，又咋的了？你这问题的话，怎么感觉是你自己给自己问的呢？没有啊，我爸兄弟们问的呀。你又整天让兄弟们给你背锅，欺负我良家人是吧你？没有，兄弟就拿着背锅的，兄弟们不会介意的，你就当是我问的嘛。过分的啊。没关系的，就当是我问的啊。那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还是个宝藏女孩呢？以前因为我们接触的没那么多，我就觉得你像个小屁孩一样，跟我不同频，不成熟是吧？很多工作上面的事情我也不会跟你去聊。但是经过去年经历的一些事情呢，你家里的一些变故，我觉得首先你是个很扛事的男人，还是个顶天立地的男人。真的？是的，然后首先比较孝顺，然后有上进心。就是在以前的人品的对你人品的认可的基础上，也多了一份就觉得人格魅力吧。所以呢，刀哥啊，苦尽甘来终有时，一路向阳待花期，这句话我们共勉。好的，期待我们俩有轻舟已过万重山的那么一天。可以，轻舟已过万重山，这就好好。来，共勉，一起加油。2024年加油。加油。把眼睛闭起来嘛！你大白天的闭眼干嘛？你害怕我过去亲你一下哟？有一点。今天情人节，过来给好兄弟一个惊喜。感觉这几天他都在刻意回避我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我找你真难呐！是我今天难得好好的逛一下街，你不停的呼叫要发定位，发定位干嘛呢？今天什么日子不知道？今天大年初五。大年初五迎财神，对，还有一个日子呢，发财的日子，还有一个什么日子？2月14，二月十四，情人节呀、啊！我好多年没过了，不知道。发财、被爱、好运一生常在，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。谢谢。你准备干嘛去？逛街呀、啊。下午跟我一起呗。干嘛？跟你一起干嘛？我给你发工资，你也不要，我再租你一天，等会儿给你一个惊喜。不干。啊？不干。不干，那你干嘛去？那你要干嘛去？结束了，我逛街。逛街约会吗？不算约会吧。包我给你拿着，来。不用，我这包很轻的。没事，我自己用的。我来给你拿着。走呗，你坐着干嘛呀？不去。去转一下，我们就在街上转。什么适合不适合的？赶紧坐，你不是说找我有点事儿吗？来，你不是有话跟我说吗？你说的是什么不适合？坐一会儿。今天情人节我找你不适合是吗？不适合，我一会儿还有事儿呢。你包都在我这儿，你走不了的。来，坐一会儿。我想着跟你一起在街上逛一下。
喜欢什么给你买一点什么，给你发工资你又不能要。今天情人节，一男一女走到大街上，被人熟人碰到了多不好，会引起误会的。误会就误会了嘛。那可不行。行，就耽误你一会儿时间好不好？你这样，你把眼睛闭起来。不闭。把眼睛闭起来嘛。你不大白天的闭眼干嘛？你害怕我过去亲你一下哟。有一点。光天化日我不会的啊。毕竟今天啥节日啊，你说。这样吧，我手这里不知道怎么了。痒啊。你帮我把这个白色的线头帮我拉一下。这里面的毛切开的吗？就是。拉出来，拉出来，拉出来，拉出来。哎呦。啊。啥？干嘛？情人节快乐，送你一团毛线。滚一边去。还是有点想撕了我的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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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开玩笑，这边还有一个线头，再帮我拉一下。这里。这里拉一下。干嘛？这衬衣吗？拉一下一个线头，拉。哦，这啥？情人节快乐。这啥？情人节快乐。你穿这手链吗？对。龙年戴龙手链，刚好是龙年的手链。送给我的。对。朋友之间的礼物，不要误会啊！祝你快乐，不止快乐。对，谢谢大哥。商量一下呗。啊？我能亲手帮你戴上去吗？朋友之间的，可以吧？亲手给我戴上去啊！哎，别废话那么多了，给我吧。这啥寓意呢？这是没有寓意，就寓意你龙年发大财，龙年行大运。借你吉言，来吧。也许有了半的路，今生还要更忙碌，所以先借我兄弟的吉言啊。真的，今年帮我解决了大问题，来看一下啊，占个便宜啊。哎呀，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吗，兄弟？说啥呢？那好啦，聚财纳福，龙年手串，感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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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今年刚好是大年初五啊，寓意好好，比心漂亮，感谢大哥。好了，耽误了你一个小时时间，招财纳福，别看了，行了行了，别看了，招财纳福，谢谢刀哥。你不有约会吗？啊？你不有约会吗？你送我去吗？给你两个选择，要不带我一起去约会，要不我现在送你回家。走啦，把包包给我吧。你干嘛去？回家，送我回家好不好？行，那我送你回家可以。本来就是回家的，本来就刚跟我妈在逛街。今天大年初五。对啊，今天大年初五。我给她买套衣服，然后刚刚我说叫她先回，我叫个车给她先送回去了。那我现在送你回家可以吧？哪有什么，哪有那么多的约会啊？天天的逗你玩的呢。行。你怕我去偷偷约会，你说要送我回去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。那你给兄弟们说一句情人节快乐呀。兄弟们，情人节快乐，比心。双节快乐，祝家祝兄弟们发财被爱啊。好运常在。